石油化工行业是典型的流程工业，以推动两化深度融合为契机，中国石化十二五期间确立了 ERG 大集中、移动应用、 IT 共享服务中心、智能工厂四大信息化示范工程。九江石化作为中国石化四家智能工厂试点企业之一，成为国内首家使用4G 专网的炼化企业。华为公司作为一家快速成长、具有无限潜力的 ICT 技术服务商，在我国工业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进程中，我们期待华为公司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腾飞贡献更多的力量。